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帅帅刘冠毅。今天是周一，那我们就该交出本宝宝的视频日记了。最近本京呢变得非常的冷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哦。但是过了这么久，北京依然没有下雪。那我们说说看看，下雪天你们会干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去堆雪人，或者是跟我的伙伴们一起互撸雪球，这只是我的猜测。那你们会在下雪天干些什么呢？记得留言哦。对了，今天是周一，也是这个 Mr. 恩硕的生日，我在这里祝他生日快乐。我记得19号呢也是凯的生日，所以呢我希望他会过一个美好的生日，那可能我也会在场哦。虽然不知道恩硕许了什么生日愿望，但是还是希望他这个生日愿望会实现。那凯的生日愿望呢？凯的生日愿望就是在生日聚会那天，我在这个猜测，也希望他的生日愿望能够实现。那么今天的视频日记就先到此为止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